Hello， 朋友们，这就是咱们昨天晚上大潮的时候抓到的这个海葵王。咱们今天教大家一下怎么吃这个海葵。进来，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连接是 WiFi 的话，请给小弟点个红心，因为不用白不用。如果连接是 4G 的话，也请给小弟点个红心吧，嘿嘿。因为今天到月底最后一天了，喜欢的朋友加关注，看我11:30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最近风啊特别大，那个浪也还行，这不大风大浪出大祸嘛，又发现一只大八爪鱼，吸盘啊可以和脚趾盖媲美了啊！起锅烧油葱姜蒜了，今晚可以小康生活了。如果你手机还有电，并且连接无线网的话，请点个红心，红心是不收费的。加关注，咱们今晚9点赶海。来吧，兄弟们！好多老铁问我，这来到海边，八爪鱼该怎么抓？其实很简单，八爪鱼它是顾头不顾它的爪子啊，这不见到它的爪子，把它拽出来，哎，然后可以回家起锅烧油啊。如果你也喜欢赶海，请给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加以关注，看妈妈。2019年的第一天，咱们解剖一个大鱿鱼，如果有墨的话，留下一个双击啊！这里面墨多的就像自己放进去的一样，太真实了。在这里祝大家元旦快乐啊！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，关注我，今天晚上8:30带你们赶海直播啊，抓海鲜。钓虾了，网上来了，3、2，哎呀，红海一了，看，还有个蓝色的，刚钓的。